那封密函明明是你送至冠军宫的，本王不知道娘娘在说什么。那封密函上的密语暗号，便是你陷害姐姐的罪证。 娘娘，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误会？姐姐一心心系皇上，却因为你处事不周，而使他清白受死。你跟我说这是误会？本王对皇上、对娘娘，从来都是以君臣之礼相待，绝无半点异心。姐姐这一生的清白。 毁在了你的手里，今日我一定要让你偿命。本王愿以命担保，本王对皇后娘娘绝无半点觊觎之心。不行，本王就知道是你，本王就知道是你，是我。 误会了，我虽敬你为皇贵妃，但我绝不允许你如此空口无凭、诬陷本王。 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肯承认你的罪行，那本宫亲自替姐姐来报这个仇。把门打开。